我觉得最近自己正在经历改变，懂得分享越多，收获也越多的道理。眼中看见的绿色永远不够，感觉环境都跟着友善了起来。知道最该珍惜的就在身边。我喜欢这样的改变。我想在更乐活的环境里生活。也享受更多大自然的赠予。让劳动过的身体被洗涤得更清爽。符合力的认证的要求只是最基本的标准。建设的同时，避免对环境的伤害。与环境共存，珍惜万物再生的价值，才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。保护环境，我们可以用许多传统的方法。过去常谈节省，节省个5%，节省个10%。但是通常一个创新的观念，你可以一下子就跳开这个节省的想法，根本改变整个成本，整个对节能的一个贡献。企业和个人不一样，企业可以影响除了员工自己本身，还可以影响到上游的厂商、供应商，甚至影响到顾客。那这结合起来的力量相当的大。这样的一个力量呢，可以带来一些新的观念、新的做法，那可以产生正向的循环。我想我们对成本的看法，其实是用一个整体成本的想法。这样的成本增加，我们可以当作是对未来的投资。所以如果我们做得好，其实未来我们可以节省对环境的冲击。得到力的认证之后呢，我们会订定更严苛的标准，用一个长期的规划方式，然后一路把这个标准垫高，驱使自己找到一些更新的想法、更好的做法。我们要有永续经营的想法，对环境是这样，对企业的经营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希望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有一个更干净、更美丽的地球。这是企业应该做的事情。